大家好，我是玩具探索生活的凯莉。今天呢，小艾莉，哇，奖奖奖！凯莉跟小艾莉探索的是平衡球，那么探索开始。朋友们，今天凯莉跟小艾莉探索的是平衡球，我们能看到这里是透明的，里面有一个杯子，我们赶快打开吧。哇哇，打开箱子，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大杯子。第二个，这个有一个蓝色的杯子，看来我们需要组装一下。凯莉来把它装上，按照样子把它装好。将装好以后，能看到这里有一个按钮，按下去里面会一弹一弹的，这里就是小球发射的地方。这里有三颗球，我们先放进去一颗试试，按一下，将球会飞起，将飞起的球再次接住就可以了。不过要是向前弹的话，是不是会弹得更远呢？试一下，一二三，呀，哇哦，飞得还真挺远呢，是吧？真是的呢。那么凯莉跟小艾莉面对面传球，看看行不行？一二三，呀，哇，成功！朋友们也可以跟自己的朋友们一起互相传球玩。这里有六颗球。那么今天由小艾莉先开始接球，看看六颗当中能接到几颗。好呀，好，预备，第一颗球，咦，预备预备预备，一二三，嘿，哎呀，啊，好可惜啊。好，一二三，哇，成功，再来，一二三，将，这次再来一次，第五次，一二三，将，啊，第六颗，一二三，将，啊，没关系啦，小艾莉已经很棒了。这样，小艾莉接到了一颗，一颗，接下来轮到凯莉了，将将，凯莉准备好了，预备，第一个球开始，嗯。啊，哦，好开心呀，嗯，一二三，哇，第三颗，一二三，哇，一二三，啊，第五颗，我好像得在这里接，一二三，看吧，力道太小了，再用力点嘛，知道了，那我最后一个用点力，一二三，啊，嗯，这样凯莉也只接到了一颗。这次呢，嗯，我们各自看看能连续接球几次，啊，就像凯莉这样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啊，掉了。这样的话，就算只有一次，像这样进行。啊，那么谁先开始呢？石头剪刀布，小艾莉。预备，开始。失败。嗯，看好了。嗯，好，凯莉给你示范，开始。一、二、哇，三、四、哇、五、哇，好厉害！六、哇、七、哇，怎么回事？哇，怎么回事？哎，好可惜呀，就是这么玩的哦，看清楚了吗？嗯，要找好感觉，像这样，这种感觉，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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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的，那么再次开始，哇，哎呀，好开心，哎，那么小艾莉下个游戏加油哦，下个游戏是接力。好的，这次凯莉跟小艾莉要进行的是接力游戏，凯莉发射后小艾莉接球球，接到之后再由小艾莉发射给凯莉。嗯，预备，一二三，哟，啊，预备，开始，耶，好的，一个，预备，开始，啊，准备，开始，啊，
行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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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要回家。嗯，预备准备，来吧。来了，第一次开始。红叶一次要去了啊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好，一二三。小艾丽，嗯，预备准备开始。耶、yeah! 好，第二个要去咯，一二三呀、yeah! 朋友们，凯莉跟小艾丽再好好练习练习，今天就不回家了。下回再见啦，再见。我今天不能回家，我们快去